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西方霸权呐、啊，亡我中华之心不死，能意图分裂中华民族。我们要有战略定力，守住底线，沉住气，步步为营。要斗争就斗争，但是呢，也不必急躁。时间呢，是站在中华民族崛起、发展、成长的潮流的这一边。我们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伟大就是和平，和平才能伟大啊。